之前我们曾经有提，包括我们的结构性指令 NG if、NG for 这一些的星号，都是一个语法堂的一个模式。那么我们有没有办法将它进行语法堂的解析操作，或者是说把我们的语法堂反过来进行一个书写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我们可以利用 NG template 模式进行一个 NG if 的判断，同样我们可以把它进行一个复制，但是可以将星号进行中号的改变，我们可以进行一个效果的查看。这里我们也会发现列表同样能够进行显示。 if 可以这样子进行操作，我们的 for 循环同样也可以进行操作。我们可以书写 ng template ng for let 我们的 if 进行一个中括号 ng for of 的对象是我们的 if numbers， 对比于之前的 ng for， 我们会看到 let 的对象我们已经写到了杠后面 even， 而我们的 of 对象写在了 ng for of 后面，我们整个指令是 ng for。 那么我们内容循环输出的时候就不再需要 ng for 的显示。效果查看，我们会发现列表同样进行了一个输出的操作。